大家好，又到了一星期一次的样本球时间啦。杀科日只系得翻西甲啊，仲未知道咧冠军谁属。巴塞同皇马今次就真系斗到最后啦，只要巴塞赢波，就唔使理皇马打成点啦。他哋今季的入波机器咬人酥啊，亦都好生性咁接应咗左右两闸两次的传中射入。上半场已经领先到2-0啦，下半场咧尼马仲好识做咁，系一次的单刀还传被咬人酥，咁就连中三元咯，仲将入球的数字推到去40球噶。西甲神射手就攞眼噶啦。欧洲咁靴奖咧，都应该手到拿来啦啩，系咪？因为离佢最近嘅 C 朗都只系咧最尾一轮作客拉科鲁尼亚，系入得两粒咋？哇，入完两粒仲要双轨埋。不过欧联决赛都应该可以复出啩，系咪？依面金靴奖就尘埃落定啦，但系欧国杯西班牙国家名单就仲未埋单噶。喺萨科日费托又入波啦，好劲啊！仲要系半车身嘅靓波，证明晒佢真系老当益壮啊！真系唔知道咧，迪保斯基会唔会将呢条佬放入国家队大军噶？英超冠军同埋边队降班都笃定晒啦。不过都有啲值得纪念嘅画面嘅，而佢哋咧夹都冇咁好彩，你输十成，今季最后一场波就系作客车仔啦。而车仔球员开波前就要夹道欢迎当年咧被车仔炒嘅领队云尼亚里啊，而当年 order 炒佢嘅艾巴莫域治咧就要祝贺佢添啊，真系风水轮流转啊，大家千祈唔好得罪人啊！讲到风水轮流转咧，亦都唔可以讲讲枪手噶。依个前四嘅专家今季咧又进咗一步喎，喺最尾一轮凭住基鲁特大发神威啊，连中三元加个 on goal 啊，大胜咗降班嘅阿士东维拉咯。而同一时间另一边嘅热刺就唔知佢搞紧乜鬼啦，作客对住同样降班嘅纽卡素竟然冇晒神咯。巴后卫全部都慢过慢金油咁啊！你明唔明啊？俾纽卡素尽情炒个5-1啊！咁就咧叫做俾球迷可以庆祝下谢幕咁啦。不过热刺输咗呢场波之后咧，就由第二跌到落第三啦，继续咧都系俾枪手压鬼住嘅，好唔争气咯。意甲同英超都系一样，大局已定啦。不过咧，拿波里今季最终咧就排喺第二嘅，直接出线下季欧联嘅。佢哋前锋希古恩啊，喺萨科战咧大演帽子戏法啊！第三球嘅倒挂挂射更加系真系几惊死咗啊！加埋依三球，佢今季入足36球啊！哇！除了意甲神射手之外，他还打破了意甲66年来的纪录，真的恭喜你了。今个星期又是这么多，下个星期再跟各位 baby 样本球，我们临走之前看看费托和希古恩的靓靓入波，拜拜。Servicio de Coque, rechace de Guas, segundo palo.La enganchó Fernando Torres con una media volea. ¡Fantástico el niño! ¡Golazo! Mertens. Pasa a Higuaín, tot udar, no, no, shoot, gol! Вот это забил Гонсало Higuaín.